小朋友带领长大被痛过了哈、哦。曾经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太古团队到高雄的市立文化中心，看来自于南部各县市的。市政府和咱的区公所所举办的议事祭，哦，啊，即卖算讲，伫咱市政府有，不如我们区公所有两个单位表演，我们是其中的一个，就是21个里里面有2个里分配到，哦，可以表演的单位，我们是其中之一，我们这是动态，这次我们那个比较跟以前不一样，就是说，哦，我们的表演是纯粹是我们的里面自己组队，哦，其中有那个太极拳，还有土风舞小朋友的太鼓，还有幼稚园的那个，哦，舞蹈表演，还有我们社区里面的主要的，以前就是非常
红的火红的一个就在节目就说受难要出家，吼、哦，受难要出家，节目以前在迄个咱县话真有名，甚至讲吼，在这附近也是很有名。但是前期的一阵子，啊、哦，阮区长讲奇怪，你们那个小溪里以前有什么表演的节目，现在怎么为什么没有？所以吼、哦，阮借这一次那个议事记的时候，吼，将这物件提出来，压箱底也提出来，吼，大家知讲吼，以前就是这个节目。看在眼里，就是来了。
把后面两手心内，我去办公，啊，你给我买出来。好，你这样子讲一万块的，你会当搞我存有啊嘞？啊，这阵哦，你无共啊，你无共啊，这样子啦，我一百万的美金哦，无袂肯。一百万，阿母啊，甲你介绍这个阿妈姐，你放心，伊有啦，我叫来。阿妈姐，来啦，你跟我变啦。来，我介绍我怎么叫互你看，有水无？你看咱讲我写这本。你会唱这首歌。